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表，这个表呢是 solo 的基础。这个表上面第一句话是一的上面是个五，比如说五弦呢，这是哆，对吧？哆的上面就是第六弦了，哆的上面是个五，哆的上面是个 so，do so， 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有一个思考的过程。那 so 的下面肯定就是 do，so do so la si do，so 的下面就是个 do 了 ，OK？ 那你说我在这里呢 ？do 呢 ？do 的上面是个 so， 你看 do si la so 是吧 ？do si la so， 任何一个，那第四弦也是这样 ，do， 以这个为 do， 随便哈 ，do si la so。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哆西拉嗦。好，第二句话呢 ，re 的上面是个拉，你看哈，你这个 re 的上面第六弦 ，re 拉 re 拉，对吧？那下面呢，我以这个为 re 拉 re 拉，你看 re 哆 re 哆西拉是一样的 ，re 拉 re 拉。哆啦，任何一个地方，哆啦哆啦哆哆西啦，都是一样的啊。哆的上面就是一个拉，咪的上面是个七，哆哆咪咪西咪西，你看咪咪哆西啦，啦西哆哆咪，你看。咪西咪西，这里也一样。咪西咪西咪西，这里一样。咪西咪西，啊，都是一样的。下面我就不说了。发的上面是个哆，那咪咪西咪西，那西咪西咪，倒过来也是一样的啊。那不过呢，二弦三弦啊，这个二弦三弦，它的关系不一样。哆的上面是个嗦，对吧？哆嗦哆嗦，可是这里呢，我们以这个为哆哆，二弦三平哆，这就不是嗦了哆。那要嗦的话呢，要移到上面一格，三弦的二平往上移一格啊，西拉嗦，你看。啊，因为这个二弦三弦的关系不一样哈，哆西西拉嗦，那要错开，二弦三弦是不一样。比如说这以这个为哆，嗦就在这，哆哆嗦嗦，哆哆嗦嗦，嗦嗦哆哆嗦嗦，哆哆 ，OK， 然后呢 ，re 啦 ，re。哆啦啦，哆哆，哆哆啦啦，哆哆啦，啊，任意都是一样的。不过呢，这里两根弦的它的关系是不一样哈。记住这个表以后呢 ，solo 就很方便了。好，分享到这，拜拜。